如果知道这些一点点的那个圣经的阅历啊，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，就是继续练习一下，就是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呢？有一些很重要的，因为你不懂圣经的阅历，没有办法解释它。而且翻译圣经的人，他们不懂有一些，他们不懂，不太懂这、就是、圣经阅历，翻译有错误，对，翻译有错误，对。我们先看啊，揣、呃、几节，十九章第一节，我们一起念好吗？行。 有没有人知道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出埃及？你们告诉我几月几号，好不好？一月几号？你看一月十四号晚上他们吃什么肉啊？他们能不能出门？没有办法出门。他们在房子里头吃羊肉，一边祷告。他们要安静等候那个晚上。那个晚上我相信没有办法睡着，为什么呢？ 很紧张，外面很多人哭哭哭，为什么？埃及的长子都撕掉了嘛，对不对？整个晚上他们没有办法出门的了，对，是不准他们出门。他们什么时候出发呢？不可能是一月十四号晚上，那是什么说、啊？一月十五号早上，很早。他们整个晚上，我相信没有办法睡觉，你知道吗？A.D. 之后三十年有一个人。 整个晚上他没有办法睡着，是谁啊？耶稣基督，很像、啊，没有像过吧？嗯，我再说出埃及那一年一月十四号晚上，整个民族就是以色列民，整个晚上没有办法睡觉，为什么呢？神正在审判埃及的长者啊，清楚吧？嗯。 A D 之后三四年，又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，一月十四号整个晚上没有办法睡觉，改天神会就是审判撒旦，知道吗？接着耶稣的十字再来会审判撒旦，对，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对，我们会到那个埃及，整个晚上他没有办法睡觉，对，而且希望很早很早，他们神告诉他们离开埃及，出埃及。 而整个民族就是出来了，很特别的事情，这是一夜石化很早出来了。他们出来的时候，晚上出来的话，感谢主，月亮大不大？你们现在很懂啊，了不起啊，对。月亮非常大，呃，他们出来走路有没有问题啊？这个是很好的 searchlight，是很好的灯啊，这是没有问题啊。他们就是出来走一走，对，没问题。 就是那一天晚上，一月十号很早，很可能是早晨之前，他们已经出门了，出埃及。那他们走路走路在旷野走啊，对。然后呢，按照《合本》，出埃及的十这讲一节：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以后呢，满了多少耶？三个月的那一天，按照《合本》，这个是几月几号？四月十五号。 这个翻译不对，对不起。我就是要说，就是有一些翻译不对，对不起。你们很喜欢看的这个圣经啊，我还是要说这个不对，对。人是软弱的嘛，对。看赫本现在是没有问题，我知道，对。还是我希望就是有一天我们有更好的中文圣经，这是我的祷告了，知道吗？所以这这样的机会来，你们就是知道以后呢，就是告诉圣经馆一定要修改这些，好不好？ 那我看的那个新一本啊，李珍总啊都没有修改吧？好像没有修改，他们也一样不知道。你看英文，NIV，你们念好吗？我念好吗？In the third month, on the very day 是什么意思啊？三月一号的意思吧？这个当然就不太清楚。这个可是第三个月是什么意思啊？ 就是三月的意思嘛，对不对？按照课本就是四月十五号，那是按照英文的 NIV 就是三月 N 的 very day 是什么意思？有一点糊里糊涂。他那犹太人的英文圣经，你看怎么说？第三个什么月所？第三个月所就是什么意思啊？第三月一号，听懂吗？他们翻译才对，这个不是很难，这个基本不难，不难。 问题是犯这个赫本的人啊，他们不太懂，不是很难的，还是不太懂，他们出了问题，好吗？这个你一定要接受，我的新的接受，好不？你没有办法不接受了，这个是很容易的了，对，没有什么困难的，这这么小小的事情啊，中国人中就有错误，对。以后你们也要修改，告诉大家，好不好？很可能你们会受逼迫的，会不会啊？对。 因为你们没有办法说服其他的人啊。如果你这样告诉他们，他们说你知道西班牙文吗？你说你不懂啊，怎么办呢、啊？嗯，但是我说对好吗？我说的对，中文这个翻译这个不对了，对，就是十九章第一节一定要修改。他们到了西奈山下面就是三月一日，好不好？ 三年热，那、啊、过了几天要准备三天，又升高，摩西很可能要上，呃呃上山啊，下来啊等等。过了几天，大概一个礼拜左右，神出现，你知道出埃及十九章非常非常重要。神曾经向整个以色列人出现了，从来没有这样的事，将来也没有这样的事，以后也没有这样的事，只有一次神上好多人。 可以说两百多个人或者三百人出现了，嗯，神这样出现的，他们非常非常害怕，他们受不了。你真的想不想看神啊？很可能你受不了的。他们的翻译已经证明，我们说他们说神啊，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看你啊。摩西，Mr. Moses，Come on，你来就是做中报啊，对。 摩西啊，你过来，你说我们和神之间中不好啊？我我们知道你是神的朋友啊，你跟他关系很好嘛。我们直接看不行啊。生命就是巴人是巴掌，神怎么说？你们这样的态度不错，就是将来我会猜遣你们像摩西一样的这样的人，就是耶稣嘛，对不对？你们好好听他的话，好不好？对，神这样说的了。对，这一天就是什么呢？大概三月七号左右。 一月十四号，哪一年是一月节？啊、呃，我们继续看，为什么提这个呢？我们看《愚约节》二十三章十到十一节，好吗？ 你知不知道那个以色列的农业的赛克了、啊？什么时候收割？收割？一月中旬开始收割。一月中旬就是什么？逾越节。这个逾越节二十三章十节之前呢、啊、提到逾越节。逾越节是一个礼拜一月十四号晚上，就是十五号了。十四号晚上就是十五号一样的，一个礼拜就是逾越节，或者另外的名就是什么五。 小节或者午造节，大陆的就是念午造节嘛。对，这个一个礼拜当中，我们经常说 Sunday、Monday 或者礼拜天、礼拜一、礼拜三，可是西方圣经里面说的不一样。这个我们的 Sunday 就是礼拜天，他们怎么说呢？安息日的次日，知道吗？那最圣洁这样说，安息日的次日就是 Sunday 的意思。他们没有 Sunday 这样的概念，这是罗马人给我们的嘛？对。 礼拜天，中文是礼拜天，安写的是七日。你看这个一个礼拜当中，这个我知道，关这个节是呢，犹太人、犹太人、犹太人也不一样，基督徒也不一样。或者这个节，这个节是一定是那个礼拜当中的约节礼拜当中的一天，礼拜天就是安那个对不起，那个约节一个礼拜当中确定一天是礼拜天，是不是、啊？对，每一年一样不一样，每一年不一样的了。 一天确定是礼拜一天，所以怎么称呼它就是安息日的次日。那个礼拜当中，安息日的次日呢，那一天是非常重要。为什么重要？你知道吗？以色列人呐、啊，每一年到了这个逾越节，这个礼拜当中一定要做一件事情，是什么呢？那个期间刚好是什么开始？开始什么收割嘛？收割什么大麦？不是小麦，大麦开始的。他们是大麦种大麦、小麦的，对。 巴黎大麦，那他们说过之后呢？第一捆，就是第一次说过的那个第一捆的大麦一捆拿来给鸡生，鸡生要做什么呢？摇摇，以前我常常这样摇一摇，一个学生，你为什么没有这样摇呢？<laughs> 我不知道他怎么摇，好吗？对，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摇一摇，就是在多伦多吧，一个同学是应该这样摇一摇比较好看呢、啊，我不知道。 其实一定要就是要养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神啊，谢谢你！我们就是你给我们太阳、下雨啊，就是我们终于收到了这个菇，我们的书，非常感谢神，就是上将谢谢他。这个是刚刚收割从天地收割的，将来跟这个种子一样的，这个菇一样的，很多很多种子从天地会收到收割的，明白吗？ 这个一捆，这个一捆，这样这样弄的这个、一捆呢，希望就是 l m e r l m e r 你可以拼音 O M E R Omer，有他很明白这个非常重要。他们就是幺一摇这一天是礼拜几？确定是礼拜几？礼拜天 s 么 e 礼拜的礼拜天，愚越节的，愚越节的礼拜天，就是他们没有说礼拜天，所以他们说安息日的车。 明白吧？对，他们每一年，如果他们遵守神的话，每一年要做这件事情。你知道吗？之后三四年非常重要，刚好按照圣经的约定，那个是一月一月十七号，一月十七号是不是在月节里面的十七号那一天呢？是，刚好那一天是礼拜天，礼拜天发生什么事情？ 耶稣复活了，我们的圣真伟大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以色列人不知道为什么要做什么，为什么要做这个摇一摇啊？一千几百年来，他们不懂为什么要做这个。可是神有计划的，终于这一天，同一天，就是有一位，就是神的儿子会从这里复活。刚刚你看一个麦子啊，落在地里面，它死了之后呢？ 他复活嘛，对不对？刚刚第一次复活的就是受过的这个种子呢，这个来就是表示呢，谢谢您。同一天，耶稣复活了，我们的圣真伟大！你们同意不同意啊？怎么会这样神呢？对，我一看到这个呢，哎呀，我们的神太棒了，对，他太厉害了，对。我看这样圣经啊，我就是发现之后呢，我不能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你知道吗？ 如果我说圣经不是神的话，我是一个很笨的人。对，你看我很聪明吧？看起来是不是啊？因为我相信神啊。对，你们也很聪明啊。我们一家人啊，是不是啊？对，不认识神的人就是很笨的人啊。对，圣经里面记载这么奇妙，这么奇妙，神准备这一天，耶稣复活那一天，告诉以色列人，天天一年一次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。很可能我们很多事情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做。 可是让我们做，可能有一天会知道的。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很可能有啊。对，我们不知道，有的是不知道。大概一千四百多年，他们就是每如若他们遵守神的话，就是做。终于他们知道了，还是不相信耶稣。这个也是圣经，你知道吗？好奇妙，很可能不能说圣经。很多犹太人还是不相信神了、啊。对，我知道他们有一些犹太人，就是这些法利赛，就是经的那个犹太。 代表性的犹太人啊，犹太教他们的节日呢，故意的，我相信他们是故意的，把这个礼拜呢，就是搬到另外的礼拜，不是在那个逾越节当中。可是犹太人当中，卡拉廷有一个混牌，他们的节日跟我完全一样，他们也是犹太人，他们非常看重圣经的，就是逾越节当中的那个礼拜天，一定要这样做。对，如果你看犹太人，犹犹太人不同的解释啊，你知道吧？对，可是卡拉廷。 这些卡拉天，他们卡拉，这、就是念的，念圣经的，非常看重圣经的。这些犹太人呢，他们的解释跟我一样的。当然没有这是耶稣复活，可是到这个礼拜天，约见那个礼拜的礼拜天，跟我一样的解释。对，这个重要不重要啊？我觉得太了不起了。对，我就是每一次我想到这件事情，非常感动，非常感动啊。其他事情我没有说，好像不说也不没关系的吧。 我们回家吧，这么重要啊，这么重要的。保罗这个人呢、啊，他是中国人还是什么人呢？啊、哦，犹太人，你怎么知道啊？呃，他是犹太人，他很懂。刚才我说的不是我一个人懂的，保罗很懂啊，保罗很懂啊。 他看到耶稣，他以前是逼迫耶稣的，可是他信耶稣，他见复活的耶稣之后呢，很多事情很明白，就是在圣经里面，就是他的圣经就是旧约圣经，他所知道的很清楚的很多内容，因着耶稣更明白，他怎么说知道吗？我们听听看好吧，哥林的前书书长二十节，我们的保罗怎么说？请。 明白这个意思吗？你看圣经里面果子或者英文的 fruit，不要误会它，这个不是水果，有的是有水果的意思，很多就是不是水果的意思。那是什么意思啊？这、就是谷物的意思，好吗？谷物，对，这里呢，基督已经从这里复活了，称为什么？这个睡的人是什么人呢？死，我们说死，包括是是睡的人、睡了的人之人是什么？ 出书的过程，这个明白吗？这出书过程应该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利未记二十三章十到十一节的内容啊？应该是吧？对，你看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节呢，跟利未记二十三章十到十一节有关系的。保罗讲这一句话，他一定会想到这个利未记二十三章的了。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出书的过程。 种的种子，他从死的复活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将来跟耶稣一样的，很多庄稼会被收割的，对。所以耶稣复活，我们会复活的。你们有没有这个复活的盼望啊？我有，对，我有。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，对。没有复活的盼望，我不要信耶稣 <laughs>，我绝对不要信耶稣，在这里尽量享受这个地上的这个生活。 犯罪也好，什么都都好，可能我们就复活啊，对，或者是等候哪一天啊，对，这就是你们学了这个阅历之后呢，就是可以发现很多很多事情啊。这个你们应该可以接受吧？一定要接受的了，不是可以的 <laughs>，不接受不行啊。呃呃，就是回去，现在我们就是下回谈那个呃，慧去那个一月十号那个事情好吗？一那个三月一号。 呃，如果你继续看地位记，我在这里没有放。你继续看利位二三，位二十三章，利位记二十三章，五旬节怎么算呢？很可能你们还是打开你们的圣经，好不好？嗯、这个安息日的车日是什么时候啊？就是前面提的那个月节当中的礼拜天吧，是不是啊？ 那一天每年不一样。那一天要做什么？摇一摇，对，一捆。那一天非常重要。那一天开始算多少天？几天呢？是五节琴。七个安息日就是四十九天，嗯，七十四十九天十九节琴。 就是安息日的次日是礼拜几啊？礼拜天，这一天是什么天呢、啊？什么日啊？就是无心节。按照圣的话语呢，无心节是确定是礼拜，礼拜天。从逾越节当中的安息日的次，就是礼拜天开始，过了四十九天，就是无殉节，明白吧？这样的话那个无殉节会发生的机会呢，就是一个礼拜之内。 大概一月十五号开始，一月你们就是要我们一起数下，好不好？算一算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们没有放在这儿。一月十五号到二十一号就是一月节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最大的范围是一个礼拜，过了四十九天，我们现长五十天。一月十五号到五十天是几月几号啊？三月五号吗？快点！ 你不要用阳历来，二月是二十八号，你不要这样想，好不好？二十九天或者三十天，好吗？对，你看一月十号十五天，三月一号，然后三十天四呃四月一号啊，对不起，对二月二月一号，然后就是二月二十或者三十号，就是四十五天呢、啊。这样的大概三月几号啊？四号左右吧，对不对？三月四号左右开始，一个礼拜之内随时可以发生这个无性节。 明白吧？最长的范围，清楚不清楚啊？对，再说三月大概五号到大概八号、九号之间会发生无殉节的，可是确定是礼拜一节。礼拜天，礼拜天。以色列人到西乃呢？三月几号？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，三月几号啊？这个赫本翻有没有问题啊？ 一定要修改好吗？三月一号到，他们要准备神什么时候出现，知道吗？犹太人都知道，他们都知道，他们是五心节神出现，神出现了五旬节，神很喜欢五心节来出现，就是第一次出来及记十九讲，非常重要的是九讲。犹太人那个五旬节，让他们说。 就是마탄토라, 마탄토라는 giving of the law, 就是神给我们律法这样的一神,就是,就是这个五旬节就是他们是 마탄토라, 就是给这个律法的那一天,非常重要,神出现的那一天,就是五旬节.我们都知道耶稣复活了之后呢,你算一算耶稣什么时候复活,就是那一天吧,对不对? 要一样，那一天，我们说欧美，一捆就是欧美。欧美那一天，耶稣复活，那个是礼拜天，清楚不清楚啊？那一天开始，四,四天，耶稣在哪里啊？耶稣已经上去了，还没上去啊？复活中四十天在哪里啊？还在地上啊？对，四,四天给门徒们看嘛，对不对？不是说一点，他升天中呢几天？十天？ 发生什么事啊？圣灵降临，圣灵降临是什么时候啊？五心节，那个应该礼拜几？礼拜天，礼拜天，就是圣灵降临也是礼拜天。我们现在不知道父神他出现是礼拜天五心节，圣灵降临也是五心节。我们的主耶稣是不是五心节出生的呢？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确定不是十二月二十五号吧？这不太可能啊。 第二次纪在亚历山大城，埃及有一个呃教父怎么说？Church Father 教父 Clement Clement 有两个，中应该是格里门吧？格里门，格里门一个是埃及的，一个是罗马的。埃及的是早期，他是之后第二次界的，他留了就是有些内容啊，就是你上网可以就是查到的，就是你现在已经免费的。他怎么说呢？我们的主耶稣什么时候出生呢？ 他是埃及住在埃及的，埃及的那个月的名字是帕 a c h 二十五日出生的。若这个是主前，应该是大概第六年才对，不是主前四年。主前四年希律王死了，希律王是还没死之前，他要杀耶稣嘛，对不对？他杀了两岁之下所有的孩子啊。东方博士来到耶路撒冷的，不是耶稣在马场的时候，已经他们搬到家。 你不要这么长的时间把这个客人的婴儿放在马槽，好不好？对，他们已经找到一个房子的了，好吗？希望尔神很清楚那个房子的，他们已经在房子。东方博士来的时候，他们在房子，好不好？对，我知道很多照片的那个那个马槽里面房子那个，呃，婴儿的也是在那边，东方博士在那边，牧羊人也在那边，都在那边呢、啊。对，不要这样做，好不好？对。 牧羊人是哪一天晚上来的？可是这些东方博士就是迟到了，好吗？对。这耶稣出生的应该是主前四年之前才对的了。我的朋友一个朋友，呃，Eugene Forstik，他是美国人，他已经离开世界了，很好的朋友。他就专门研究这些年代学，圣经年代学。那他说呢，应该是主前六年就出生。那根据这个 Clement 说的对的话，就是埃及的约力帕空。 呃，二十五号，他说耶稣出生的就是五心节，就像第六年五心节一个礼拜之前、啊，五月十四号，按照我们的 Gregorian Calendar，好像是对，我我不太知道，对。若这样的就是五月十四号，哪一年是五月十四？每一年不一样，就是他过了一个礼拜，就是第八天说，说个里的那一天就是五心节。若他的这是对的话。 啊，我们的主耶稣出生也是跟无心者有没有关系啊？我的这位朋友啊，他好厉害，他发现，呃，按照以色列的月历啊，就是耶稣出生的那一天呢、啊，按照以色列的月历，不是我们的月历啊。同一天，一九六七年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？犹太人占领耶路撒冷，恢复耶路撒六日战争，那一天恢复耶路撒冷的。 我刚刚到以色列就是那一年，就是过了几个月吧。呃，一个晚上，整个以色列人就是出来，就是跳舞，整个晚上跳舞啊。今日是什么日？不是什么圣经的节日。我问他们：今日是什么日子呢？他们说：你不知道吗？今天是 Yom y, y e r u s h a l a i m t h e Day of Jerusalem，耶路撒冷日子啊。Yom y e r u s h a l a i m y o、er、m y, y e r u s a l a i m 是什么呢？你不知道吗？今天我们恢复耶路撒冷、啊。 一九六七年那一天，按照我这位朋友的算法，就是耶稣的生日，<laughs> 好奇妙，对。这位朋友呢，他发现这样的事情之后呢，他要传福给犹太人了。我们外邦人糊里糊涂，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出生啊？对。我们基督教，我说的基督教是啊、呃，英文的 Christian，就是包括东方正教、天主教，我们基督教、新教啊。耶稣生里有三个，你知道吗？ Armenian 东方征兆有不同的日子，希腊征兆东方兆也是另外的日子，所以耶稣有三个生日啊，我们搞不清楚啊。可是这些犹太人也搞不清楚，就不相信耶稣。可是他们刚好合朝那一天正晚上庆祝，不是耶稣出生，那是什么？他们就是当年恢复耶路撒冷。我们甚至是真的会开玩笑啊，对。 这个事的话，就是很奇妙。如果他说的对了，就好奇妙，对。就是不管耶稣什么时候出生，生年、章年，就是无心节，确定吧？对不对？出埃及师就讲我们的生章年是什么说？啊、也是无心节。这个无心节非常重要。你看，如果你知道夏威生、经月、里，我就花了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嘛，对不对？嗯，还是你们可以明白很多经文，不错吧？对，好。 这个到这儿好吗？好